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中华分行推广到新品种玫瑰红奶汁，讲这个果肉未黏手 ，Q 有弹性，佮有淡薄啊迄种玫瑰香。这个奶汁的新口味，欢迎大家到分行来品尝。彰化县分乡乃至种植面积有422家，品种有大家熟悉乌香啊、竹米、玉荷包，搁市面上真罕咧看的玫瑰红。玫瑰红乃至有一条真显目的天线，看起来亲像拓人啊，予你爬起时阵袂受伤，搁有淡薄玫瑰香味。玫瑰红荔枝啊，它有一个外号，它叫做拉链荔枝。玫瑰红生长季节比别种品种的乃至搁较晚，即马是上适合食的时阵。大家耳熟能讲的都是一些乌香的竹米的玉荷包的，可是真正超越那些品种的，而且品质超越他们的，就是这个玫瑰红荔枝。官府农业处强调，分乡即马除了玫瑰红荔枝，佮有种真侪往来水蜜桃往来品种，食起来水蜜桃的香味真特别，老介意会当向分乡农会注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